年前在发现了主教山配水库之后，东西建筑靠当时的图纸、相片和航拍机资料，利用 VR 技术和360度实景科技制作了以下的虚拟模型。在这个模型中，我们加了水和不同的日照时间效果，希望透过这些影像令大家想象翻昔日配水库的真实面貌，和可以欣赏潜在的空间美。除了现在开放做公众参观之外，这个前深水埗配水库还可以成为什么公共空间呢？例如浴场、艺术展览、表演场地、花园。现在我们就带大家在 VR 实景探索一下这个前深水埗配水库啦。科技和空间制图的交集，为文物保育提供了新的启发。东西建筑为前深水埗配水库创作了一个建筑呈现模型，无人机拍摄的影像是我们使用的媒介之一。摄影测量法是一组用于现场和周围环境重建 3D 模型方法。通过这些技术，我们可以记录历史，重新探索这个空间的可能性。通过这些技术去记录历史，我们可以重新探索这个空间的可能性。